十月十日，某社交网站上晒出蒋欣与助理一起吃东西的照片。照片中，蒋欣与助理坐在一起，蒋欣身穿黑衣，低着头在看手机，同时蒋欣的手上和嘴上也都是没有闲着，不停地从桌子上拿零食往嘴巴里放。而坐在蒋欣一旁的助理故意把零食挪到了一边。蒋欣见状，竟然直接抢了起来。看来在零食面前，蒋欣也是再次暴露了自己的吃货本性呀。蒋欣与助理抢零食的画面，这样子还真是很凶啊，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。网上经常晒出健身锻炼的自拍，看当时晒健身锻炼的照片中，蒋欣也是一副非常自信的状态，想来也是被自己努力健身的样子感动了。蒋欣前段时间面对美食的时候也是非常能控制自己。蒋欣与靳东拍戏片场的画面，当时剧组工作人员一起享受美食，而正在减肥的蒋欣则是站在一旁控制着自己，小眼睛望眼欲穿的样子，别提多可爱了。蒋欣的身形有一点偏胖，但是蒋欣的身上体现出一种风情万种的妩媚和性感。